说吧，是不是有啥事儿？来，先坐着，先坐啊！你坐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不用，你不用忙活。行啊。你看这二姨看你一回，还给你送个坏银子。没事儿。说吧，二姨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其实，我来我就是想问问，就咱们那个大公司不是要出兑了吗？我寻思我那点股，我看能剩多少钱，我想那个有点用这钱。就这事儿啊？啊，您说说，你有多少股份？现在就是我一份儿，我加你付款书还有一份儿，两份儿。我给你算一下，这就能算呐？嗯。看一下啊。大概就是这个数，呀，这老多呢，这准上吗？上下浮动不超过2000。妈，那也太好了，小晴你可真厉害呀，他整整就算出来了。二姨也没出过远门啊，嗯，这回上那南方，尤其到这三亚，哎呀妈呀，那空气也太好了。你看你跟青姐，你俩在广深待着多好，回这来干啥呀？那我。呀，二姨有点话多了哈。没有二姨，那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别，我这刚做上饭。不用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回去了，谢谢你，小晴啊，真厉害。不用，留下吃一口，二姨。现在我算出来了，不吃了，你忙着吧。哎呀，那椰子我就直接带走了。哎，这我自己扔就行。不对不对，我给你扔了得了。下回呢，下回二姨来，从海南回来第一站就上你家给你送椰子，行不？送新鲜的。那我走了啊，走了，小晴。慢点而已。妈给爸买的鞋垫，爸不一直说膝盖不太好吗？妈一直记着这事儿呢。电视购物啊？跑步吗？老太太最近迷上了。嗯，就是那种头疼放头上，腰疼放腰上，然后心脏疼放嘎吉窝，包治百病的鞋垫。包不包治百病我不知道。但我妈这一片好心，我知道。老小孩儿，他们开心就行了。你跟我特地跑这一趟，就送鞋垫？好长时间没见爸妈了，我得见啊。而且后天赵喜就出来了，顺道给他捎回来。看你是找借口吧。你这一出来，那边八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你故意的吧？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。昨天晚上二姨来家里问收购的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的办不好，说不定过几天就有转机了。啥转机啊？陈静姐，收购那事你到底咋想的啊？你什么时候能脱手啊？我也没想好。建国家公园肯定是好事，但这多少对旅游是有影响的。具体影响这个程度有多大，我也不知道。还有李总这个事儿，凤琴还不知道呢。那你就这么一直等着呀？你这不紧不慢的，到时候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？后面再有一个人给你使个小动作，后悔到时候你都来不及。你猴急个啥呀？李总不行，有杨总；杨总不行，有康总，有刘总，那总多着呢。
谁呀？嫂子电话。爱吃酸呢。嫂子。找我大哥。找我大哥。哎，这一天来七八拨人了，长山大哥要同意了，那星姐还能不同意啊？你要着急你就过去跟人唠是唠是呗。那得唠啊，你去说。你这话说的咋这事就成我去了，要去也是你去。你咋就不能说呢？你不是这家人家呀？那老爷们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。咋成我掉链子了呢？你天天往那屋跑，都恨不得住人家。那国家公园试点是人凤琴提的，他哪有那胆说呀？这个咋整啊，大哥？你得给我们个定心丸啊！这老大的事，你说说星杰这孩子就找不着了。队长啊，就咱这个岁数了，你说高血压呀、痛风啊、气管炎呢，都得用钱不是？是。我这头疼病见天就犯了，一到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呀嫂子你歇会儿吧，那地呀都够亮堂的了。这亮堂啥呀，这一天天的人来人往，一踩一地脚印，一踩一地脚印。师长啊，我们当年支持星爷办厂子开公司，这时候他也得支持我们一下，不是？起来，往那么点儿，那还是巴拉的。我想你把那个世家给远远切了。你可拉倒吧，就你那世家都黑了。你说了，你买了就早吃早吃，你非得放放放放坏了，这谁吃啊？我不嫌弃孩子留着呢吗？是啊，你留着。那现在外边说啥的都有啊，有的说那公司不卖了。有的说要建那个国家公园，这公园能有几个钱呢？星杰呀，听你的，你劝劝他，这不是从我们手里抢钱吗？你们啥意思啊？啊？人家星杰搁广深那儿有大好的前程不干，回来的办工厂开公司的，这为谁呀？人家是抢你们的钱呐？队长，我这嘴瓢了，你还知道我是你队长啊？干啥呀？你着啥急呀？你这心脏不要了，啊？那啥，那你们忙忙吧。那个赵喜也捡了行，马上回来了，我们就不做了。没说完。哎呀，瞧你这，你俩这去哪儿了？你这全这一脚泥哟！哎呀，擦也擦不净呢，这。活也干不了，要不然你跟赵成说说，赵成那孩子老实，那总也不开口，那一张嘴没准星姐就同意了呢。这你公公要是跟星姐都同意的话，那到时候退股不得可咱家来呀，没准能多分点呢。跟你说话呢。你别老想着啥事都指着人家，其实你要想说你自己说，我干不了。你看你咋说不了呢？那赵成对你多好啊，啥都听你的，你让他说他肯定能说。他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，八竿打不出个屁来，你指望他说？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？啊，咋都不着急呢？这么大事儿啊？我接远远去了啊，梁若霞，这都几点了，一个人都不回来，也没人帮我干点活。你要把那乳那儿干啥呀？我刚把这收拾利落了的，啊，这就不会把它放回原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这长风也这样事儿，这按理说不应该呀。啥应该不应该的？我这说赵喜啊。啥呀？啥呀？真是的，这帮孩崽子，这说好了，这大家一块儿回来啊，明天去接赵姐姐，结果呢，啊，到现在了，一个个连人影都不见，这帮虚
熊孩子！不要这样的国家公园的事别的啊，啥公园事儿？我早就问了，不要这样的。那个专家车在外头等着呢，咱们该走了。哎呦，能不能稳着点啊？我不让你快点结束难受吗？空腹吃这么多橘子，那能不反酸吗？啊，你别碰我，别碰我！好点没？我给你整点面包，你先垫吧垫吧，好吧？真不如人家李总，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。这咋扯到这儿来了？陈俊杰。你想过云上的日子，你当初跟我回广深都好呀，咱俩结婚这么久了，该在地上过日子。现在又申请国家公园试点，又可以做生态旅游，这不是离潭中河更近了一步吗？起开吧。没说啥，他气上了。哎，你别关门，我没拿钥匙。你也没拿钥匙。小兔崽子去！这个养花啊，可是门学问。你不能着急，得慢慢的伺候它。你看这植物，你看它几个枝干啊，互相缠绕着，你感觉好像这上面已经是根了，没有，根在底下，已经是盘根错节了。所以你松土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伤到根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确实，林场这么多人，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大家都沾亲带故的，好多事情处理起来没那么容易。牵一发动全身。对，
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修啊、剪啊、拔呀、啊。哎，你要引导的，朝着你需要的这个方向啊去发展。你们从农林产品的销售公司一下就转到了旅游服务公司，这跨度是不是太大了呀？是。从你回了东北以后啊，我一直也在琢磨这个碳中和这件事儿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说的对。你看国家去年出台了低碳产品的认定标准，当然现在呢只是局限在工业产品上，农林产品的低碳认定标准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台的。所以你们这个企业转型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？这个国家公园规划的这个范围把我承包的林场都给划进去了。为了这事儿我们家还吵过几次，但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国家公园嘛，那是为了保住青山绿水，那是好事儿。碳中和也可以从环境效益中取得经济效益。我觉得我得抓住这回的机遇，把我的设想再往前推进一步。你为了你的理想，你把你在南方的前途都搭进去了。你现在想把林场的所有工人的生活都搭进去，这个我不接受，我不支持。这个不会吧？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所以我也没有贸然的接受那些外来的投资嘛。林场的人都是我的长辈，我不可能，我也不会用他们的生活换我自己的设想。佳怡啊，饭什么时候好啊？还有半小时。哎，你到我书房来，我给你搜集了一些低碳产品的一些资料，你研究研究。行。碳中和，碳中和，你说说，他们俩只知道谈工作。一些好的，你看都往里面扔。来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女女啊，不是妈妈多嘴。夫妻俩呢，床头吵，床尾好。可是你们一年不见不到几次面，哎呀妈，能不出问题吗？妈，你能不能盼我们俩好啊？那现在巴不得我们俩离婚呗。你说说，你这孩子怎么不知好歹啊？妈妈是希望你劝劝心姐，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去，待在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？妈，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自己解决。行行行，好，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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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死了你！好了好了，你难得回来，妈妈就弄点东西好好给你补补身体，在外面也吃不好啊。哎呦，好了好了。妈妈不说了，妈妈不说了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脸，来来来来，这是你爱吃的酱牛肉。哎呦，你不放，你是你都给女的这桌面上这埋汰劲儿的，这也不放的这。你少吃点，给我一半。来，让开点。用了那鞋垫以后还气短吗？
何止是气短呢？气死了都快。说正经的。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没感觉。咋会没感觉呢？人家广告说了，说哪儿疼放哪儿啊你。我错了，我给你绑脚上了。你心脏病啊，你得放在嘎吱窝。绑脚上那多老远呢，是吧？这哪能治病啊？哎，我知道你要是说那嘴上有毛病，得套嘴上呗。你咋那能抬杠呢？这样让我出门啊，不嫌丢人呢？你冬天你披个大衣，谁看着咱这还能治病？你呀，别一天到晚就整得神神叨叨的，你还嫌我病少啊？嗯？你瞎乐乐啥呀？你这，你听我的，没错。我自己毛病我不知道啊，老不上山，人都快锈，啥也不干，这身上零件都不好使。玉儿，孩子们来了，你别给我整那嗓子大也没出啊！做饭去。你是真厉害呀、啊！你是咋做到的？二十道题你能给我错八道呢？你自己看看，他俩干啥去了？串门子去了？怎么还能漏题呢？你自己看看，错几道？哎，嗯，就说就说说。行，孩子们的事儿咱别管了。妈，我想拉粑。你拉什么粑呀？你就懒驴上磨屎尿多，知道不？严重对身体不好。你这你这给我犟嘴，你这不认真点啊！行，快。妈，我饿了。你饿啥呀？那有出去的还没回来，你能吃饭呢？圆圆，圆圆饿了，奶奶给找点吃的。圆圆，来。吃点小面包，一会儿你姑姑叔叔就回来了啊！妈，在这啊！你让他先把题做完了吧。你这吃饭之前吃这个，一会儿他又不好好吃饭了。妈，不行了。我得跟您检讨一下，这秋衣秋裤啊、内裤袜子啥的，我都给我三哥送进去了，就这新运动鞋，我实在没买到他喜欢的。啥喜欢不喜欢的，你就给他整双新的就行。那不行，我三哥可挑着呢，等他回来你问问呢。圆圆，小叔来了。你别捣乱了行不行？咋的了？这错一堆了，你这一回来他又他这注意力又不集中了。妈，哎，大妈，哎，秦呢？哎，我这几天忙回来晚了，等着急了吧？哎呀，不急不急。哎，没事儿啊，人家闪着腰，没事儿。哎，哎呀，快点，好了好了，高兴的不住了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工作组那组长的活累呀？你咋那么……你俩就别围在这儿了呗，你让他好好写不行吗？大爹呢？屋呢？嗯，你这不都会做吗？你就认真点呗。不是写挺好的吗？聪明啊！把桌子收了收了，咱开饭了，开饭了。开饭！不学了，不学了，自己收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行了，你自个儿那自己收。你说你是啥也不管，你这回来就给我捣乱。啥捣乱？你小时候能做对吗？那不得让他做呀。五十六减三等于多少？五十六减三。你可拉倒吧。五十三呢啊！五十三呢？跟二姑一起。快把桌子收拾了，开饭了。这血肠。咱自己腌的，在外面吃得了这么好？我这逛着能吃回来了，对自己逛的呀。嗯嗯，圆圆，我想吃那个锅包肉。锅包肉，哎呀，放远点这儿，放远点这儿。哎，够得着吗？孩子爱吃嘛。哎呀，你给我媳妇谢谢。谢谢爷爷。这是你爸做的，你爸做的，尝尝。尝尝。这必须得吃一口。
这端着，我来，我来。这绝对是金奖，今天能拿金奖。孩子们给你捧场啊，鼓励式的，这都是。而且我也发现了，这孩子上课也得鼓励嘛。而且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个边河的教学质量啊，真不如那大城市的好。咱边河咋了嘛？咱星杰哥不就是从边河考上去了吗？潘凤琴，对吧？嫂子，现在那个学习都跟着户口走。嗯。远远啊，小学就先在咱边河上，等到初中了，我和二哥给他弄到省份重点去。你们也这么想吧？哎，咱一定得上更好的学校。姑娘，你就跟着妈往外冲，谁也挡不住咱俩，知道不？行行行行，没人挡住你啊！吃饭吧，吃饭吧。让你说话。明天再吃饭的时候，就能见到赵喜了。今天晚上大家都住这儿啊，明天咱一块儿去接。行，我搂着你睡。嗯。妈，你放心啊，我全都安排好了。明天早上7:30咱就去接。嗯。我跟凤霞明天也没事儿，那个我们就楼下集合呗。啊，谁跟你说我没事儿的？你不刚说你没事儿吗？妈，我那啥，我跟人约好了，明天得在网上卖货，来不了了。凤霞，嗯，那你这明天不用去了，你就在家照顾眼睛吧。对，你别去了，没事，行，我们这儿这么多人呢，你不那我就晚上早点回来。好的。给你卷一个，你不爱吃那个。孩子，给你卷的菜呢，你吃啊。琴呐，你多吃点鱼啊！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就爱吃鱼，你老说那个什么肉没有鱼好吃。妈，你别叨叨那点事儿了。真的，你就忘了。你今天这鱼也做腥了。腥腥了吗？你们吃的都腥吗？还行吧。那么多斤，不腥啊。我这早上起来买的时候，这鱼刚死啊！刚死也是死啊，死了就不能吃了，得扔了。你吃错药了呗？你这说啥呢？这是。爸说的没错啊，这鱼啊离开水它就得死，这人也是一样。咱们呀现在就跟那个离开水的鱼是一样的。你小子还挺会总结的哈。咋行气了？嗯，香香满了。嗯，大爹，那天在会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考虑事情不周全，没顾及到你的面子，我给自己选。嗯，我肯定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的。你可真有办法啊！你把咱们923工队的饭碗给砸了，再找块胶粘起来，那还能一样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凤琴怎么能砸了你们的饭碗呢？你净搁这胡说八道！你这说什么？王总啊，多吃点。嗯，多吃点。谢谢嫂子。嗯。大弟，大妈，我指定是不能做出害大家伙的事儿。如果国家公园申请下来，往后大家的日子只好不会坏的。琴呐，哎呀，你做啥事儿爸都支持啊。我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？当那么多人面儿，算了，你这一棒子你说你就削了，你这照死了削，你说你让我。大爹，建国家公园是国家举措，我是国家派下来的干部。那在大会上那些话，我之前不能说，这不符合国家的规定。打什么官腔呢？你少拿国家吓唬咱爸妈。哎呀，今天高兴的饭，不该提这个，我吃差不多了，你们吃，我这回来有点事。秦，你干啥呀？啊？大爹，我告诉你，明天得接赵云。咱们在那个屋去吃去，你别走。你这傻吧？我们今天晚上算那个是不是回去还得开会啥的呀？对啊，那你就那什么吧，早点回去。对，我明天一早，我回来，咱一家人开开心心去接赵喜哥。明天别迟到了啊！哎啊，大爹，我走了啊。慢点啊。
哎，还有工作呢。没事，咱吃，咱们吃，你坐嘛。你们干嘛呀？这是，这一晚上一顿饭都吃不下了，是咋的啊？还说明天热热闹闹的去接赵喜呢。行行行，你们都走了，不接了。走，谁都别吃了，别吃了。这孩子们都大了，说走就走，就不像小的时候哭着喊着也不走。湘群度过了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晚。咋的？第二天清晨，人家都该你的。你说你，今天你当着那么多孩子面，你说他干啥呀？昨天你没对他说过那么重。我就是想的嘛，我毕竟是他大弟，不管咋说，他提前先跟我打个招呼。是啊，你说这孩儿一句话没说明白，抬屁股就走人。培养他们了，又费粮食又费时。养他们干嘛？有，他哭上了，又哭上了。谁哭了？就都这样啊？当初咱们收留他们的时候，你也没想要啥呀，对不对？现在更不能要求啥了。你说咱家以后再不会热热闹闹的了吧？那孩子们不都说了吗？明天早上都来，一起接赵喜去，别瞎想。早点睡吧。以后啊。就得面对现实，那孩子们都结婚了啊，都走了，你接受不接受？你不是还得受着吗？我看着往后啊，哎，就是咱老两口啊，大眼瞪小眼。没出啥岔子吧？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别瞎咧咧，别着急嘛，马上就出来啊。一直晃荡着脚，生怕吐。妈，来吧，走。豆腐馅的，不好吃。
酸菜的好吃。那我喂你一个，你尝尝。妈，饺子咱也吃了。不行，你跟喜在这聊，我们上车等你。走了，走了。烦162 164 165 166 167 168 170 170。多少啊？170。170。哎妈，快三分钟了。还行。跟过去差不多，得比过去强。那肯定的呀，那过去你们的水那脏了吧唧的，一上来全是你们的身上老泥儿，这水多清啊，进水了。你还说呢，那小时候啊，你那淘啊，我这带你到澡堂来洗澡哈，哎呀，就扎到这个水池子就不出来。真假的？我这洗完了嘛，给洗干净了哈，说去换衣服嘛，我一扭身儿，一猛子又扎进来了。这样吧，今儿这水清，我再给你来一个，逼你破个记录啊！拉倒，别整，整一个。好，爸给你搓澡。爆发了呀！你搓啊？啊？咋的？没事，整的，哎，轻点啊！小时候我就这样给你整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的。嗯，以后打算干啥呀？那有啥打算呀？好好做人呗。哎呀，好家这泥儿啊，真不少啊。嗯，行，你接着，没落下。那必须的呀，那我天天没闲着呀，那生怕出来被社会落下。车前喜报，魔术断案，样样精通。我差点给你考个八级前夫证出来呢，你想想多厉害我。你就吹吧，你造个火箭出来。嗯，指不定呢。来，前面。嗯，别动，抬头。哎呀，爸，嗯，你这头发现在咋不支棱了呢？人老了呗。这啥话呀？大哥，二哥自强，不行，肯定是他们的问题，还得是你亲儿子。你看着啊，过不了两天，我必须让你这顾大队长头发重新支棱起来。你就别折腾我了，多想点你妈，啊！快点洗完了，回家，你妈做好饭在这等你。做啥呀？做啥？饺子呗。酸菜馅的呀？啊。行吧，你回去吧。都跟妈请过假了，咱今天晚上在这儿睡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姿势真沉啊！
实验堂开不开了，走爷爷那边去。别上山了。多少陪伴，多少遗忘，多少世界，多少漫长，多少朋友，多少来往，多少爱情在心里忘不去，多少过错错过在尘烟里，多少脾气不愿提及，多少珍惜在时间里，多少来来回回重复，简简单单，多少默默无闻，匆匆忙忙，多少往事化平凡，多少刻骨离散。那些年随风消失，一生悲喜，在风霜雨雪时，我曾在你怀里。那些年随风消失，你明不明？